上集我就介绍了得到的部分景点和我吃了什么东西的，今集呢我就会介绍我在高知住了什么酒店，和推介一个好美味又抵食的早餐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我的四国攻略啦。第三日呢，我在高雄吃完个早餐，跟住就去 Toyota 攞车，先去了得到的名门，然后再去太隆寺，跟住再去大滨海岸，最后呢就去了高知的酒店到住。到了这个高知的什么酒店呢？请问不知道什么酒店又讲嘢。什么酒店啊？啊？那这个呢？拍什么啊？就是酒店的房间。那个厕所呢？咦，都挺大的个厕所。个厕所。咁佢用嘅嘢咧都系啦 ，shade 嘅呢个厕所就大过高知，诶唔系大过嗰个高松啦，高松嗰度嘅酒店好多，咁房间咧都系啦，都好多呢个咁样嗱，有个双人床啦，咁同埋咧有啲有个张台，呢张台我觉得系好重要，可以摆啲杂物啊或者战利品啊嘛。咁啦，呢間房間大好多，咁但系佢就唔包早餐咯。咁同埋我就去咗佢嗰個停車場泊車，咁就一日900 yen 嘅，就係咁啦。咁我就係呢一間酒店住呢一間嘅，真係飲水。呢個就係酒店裡面啦。咁我而家睇中咗啲蛋糕，好似好大期望。这个是做什么的？我都吃这个 Strawberry 我喜欢了，你喜欢了，好试一下，试过拿破仑，这一只拿破仑490，好吧，好，那就试一下好不好味道，真的试一下这些。这个就是酒店大堂，高知市里面那间酒店的大堂。好笑。收翻个镜啊！系啊系啊。Where are you from? Hong Kong. Hong Kong. Okay. Oh, nice to meet you. Not open, right? Right, check in for a okay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这个就是我的高知市的酒店泊车，就是自己驶入去，跟住呢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车吊上了，拜拜就这样了，拜拜。我在酒店附近呢就是去了一间这一间咖啡店吃早餐的，其实它就吃咖喱为主，不过呢因為真的很難找早餐吃，咁變咗就入咗嚟。咁佢都有啲早餐嘅嘢噶。咁我嗌咗咧，有一個我哋嗌咗邊個啊？火腿多士同埋一個火腿嘅多士，咁啊600 yen，同埋要去嗰個早餐。佢哋嘅照定食650 yen咁樣。佢都冇講話有。有嘢飲，唔興包嘢飲嘅。
就是咁啦。算了，我不喝。咁個環境都 OK 噶，都係啦。咁咪就係嗰個煮嘢食啦，同埋應該係老闆娘嘅。咁我而家試下啦，咁佢仲有包埋杯咖啡俾我嘅，600 yen其實都好抵咯，咁大份早餐。咦？我哋有，但我哋呢個就係嗰、那個招定食咯，定食啦，招定食，都係好豐富嘅。就是 show you soy sauce。OK，thank you。跟住有個飯啦，係啦，其實其他呢啲。沙律啊，你都係一樣。唔係喎，唔一樣過你呢、這個。唔知喎，唔一樣喎，係咯。唔一樣，我都係有少少澱粉咯。準備開餐啦，嗰、那個多士好好味哦。我多雖然食咗蛋，好細蛋。好啦，拜。咁我就係去咗呢一間度食。冇乜地方食嘢啊，真係。早餐。咁其實個早餐咧，我覺得好。豐富好抵食咯，同埋好味咯。佢因為佢即刻整俾你食咧，你望住其實如果坐住個吧台咧，都幾特別噶。咁如果呢一間 cafe 咧，其實對住咧過馬路對住咧就係我住嗰間酒店啦，好方便嘅。好啦，咁我而家走啦。咁我今日咧就可能會去四萬十食下嘢啦，同埋睇下啲乜嘢啦。我睇下啲獅子啦，我而家隔離有隻獅子。我亂噏啦，衰人。拜。因為咧呢一間咧，我都係 Expedia 度 book 嘅，咁所以咧亦都係唔知道嗰個 yen 係幾多錢啦。呢個係2017年嘅3月21日至到3月22日嘅參考價。我住咗兩晚，就係港幣1574.91，咁就唔包早餐食嘅。多謝收睇，下集將會介紹在高知非常之出名的夜市，裡面有好多嘢食㗎，大家唔好錯過啦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